江哥，你作业都写完了？嗯，写完了。那你写完了，为什么还在图书馆里待到闭馆啊？陈教授给我布置了一篇论文。哇，兄弟，太棒了！陈教授，哎，学术大佬，你这才大二就勾搭上研究生导师了，前途无量啊！差不多得了，说吧，想干什么？嘿嘿，这果然什么都瞒不过江哥啊。那什么，图书馆的桌子睡得我胳膊都麻了，疼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了呢。所以呢，借个作业抄一下呗。不借。哎，你别这么冷酷无情啊。嘘嘘，有人在唱歌。哪儿呢？哎，算算日子，应该是今年的新生在拉歌吧。哎，走，你就瞅瞅。在每个寂静的夜里，我回想那些关于……你刚刚说什么？啊？哦，我说作业借我。好。哎，不要算了。哎，要！哎呀，我得好好谢谢刚刚唱歌那个小学弟啊。为什么？难道你不是因为听了那个小学弟唱歌，才答应借我作业抄的？不过唱的真的蛮好的，是不江哥？嗯，是很好听。玫瑰苏唐原著，浮生绘梦出品制作。现代温情广播剧，请多指教，我的曼特宁先生，第二期，欢迎收听。喂喂，哎，大家注意一下。光喝酒没什么意思，我们来玩点游戏，就玩快问快答，怎么样？不玩，幼稚。哎呀，你别这么高冷啊！来，哎，就是嘛，江哥，搞起来！我们都好久没有一起这么热闹过了，来嘛，江哥。不玩。哎，小林同学，请你不要学江哥做，你看江哥都已经放弃抵抗了。那是懒得理你们。哎，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少数服从多数是亘古不变的道理，因此我们今天的游戏正式开始。我怀疑我今天出门没看黄历，都转到我六回了。哎，你看，我就坐在你旁边，这酒瓶就是转不到我。问吧。请听题。秦然小学弟，你现在喜欢的人是谁？我喜欢我。爽快。那咱继续。这什么运气啊，都是命运的安排啊。哎，小冉，这都喝四杯了，你那破酒量再喝真就废准了。没事，来问吧。哎，这把江哥来问吧。我，你会弹吉他吗？什么？我说，你会弹吉他吗？哎，时间到了。会的，怎么了？会弹也没用，你超时了。别欺负小孩了。他不能再喝了。哎呦，咱们江大帅哥竟然帮着小琴弟弟说话了，让那些个暗恋他的小姑娘怎么想啊？老赵，你这可就说错了，你也不看看咱小学弟，颜值性情一等一，还会做各种美食，那些个花瓶能跟他比啊？不能，确实是不能。哎，所以啊，以后谁要是跟小冉在一起，那绝对是享福的命，妥妥的享福啊。行吧，有咱江哥的 buff 加持，
这杯酒就算了吧，下一句吧，下一句。哎呦，姜牧，百年难遇啊！公平起见，姜哥也要回答一次。你现在有没有喜欢的人？没有。姜哥，你这思考时间有点耐人寻味呀。哎，你看，秦学弟都看不过了，连喝两杯。秦然，你喝傻了吗？学长的酒你也抢？哎呀，哎，你看看，咱学弟简直就是个酒局必备的贴心小棉袄，咱江哥有福了。正经点儿。喵喵喵！啊，小秦，你一个人在嘀咕什么呢？哎，你这是要唱歌吗？那你有话筒吗？嗯，有，有啊，我给你拿。谢谢。哎，怎么了这是？我们一起学猫叫。我去，儿歌都出来了。什么情况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他以前很少喝酒的，估摸着是喝傻了。哎，要不我先送他回去吧。小青，小青，别唱了，回家了。哦。哎，要不要我帮你一块把他送回去？只不过我出去啊，得搞个代驾过来。我开车送他们回去吧，我没喝酒。这算是爱的代价吧？这小学弟帮你挡了酒，你可要把小学弟安全护送到家。嗯，放心。你不懂，胃不好的人不能喝酒。小心台阶，我扶着你。哎，秦然，你别往江哥那儿倒啊。我不，我就要。啊，要不是江哥搂得快，你就睡地上吧你。江哥，对不住了，他今天喝多了。我扶着他。大元，要不你帮下忙，把我车开到门口。行，那麻烦江哥照顾一下他。好的。钥匙给你，路边那辆银色迈巴赫。就差八抬大轿接您回府了，秦少爷，您都唱了一路了，能歇下不？你扶他一下，我给他换个鞋。我去，你这是掐着点吐的呀？还好江哥速度快，不然真被你吐一头啊！还想吐吗？不想了。扶你上床吧。啊。哥，你在找什么呢？哦，我想弄点水给他擦一把。那我来帮你一起吧。不用了，你要是空的话，帮他把地上简单清理一下。好嘞。嗯。这咋还关门了呢？秦然，秦然，你电话响了。谁的呀？来电显示是哥哥。别理他。臭小子，长本事了，哥哥我的电话你都敢挂。他现在不方便接电话。那你是谁？您好，我是姜牧。你就是姜牧。我是长他一届的校友，
今晚有个同学聚会，他多喝了几杯，已经睡下了。他没怎么喝过酒，你们多担待点。应该的，他舍友在帮他烧热水，把他安顿好我们就回了。今天谢谢你们了，很晚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好的，哥哥再见。哥哥，好，再见。你在跟谁说话呀？刚刚你哥打来，我给你接了。啊，谢谢。自己能坐起来吗？我给你把衣服换了。扶着我，慢慢起。你要脱我衣服吗？啊，你刚刚吐了一身，擦一下。好，我要怎么报答你？那我给你做好吃的吧。手抬抬。好吃的？什么好吃的？别乱动。那，这本书里的，我都会做，你随便挑。什么书？世界美食杂志。说吧，你想吃什么，我都给你做。先弯腰，给你擦下背。快说，你想吃什么？就第一页的萨巴雍吧。萨巴雍，就是把鸡蛋混合奶油啊、甜酒啊，浇在好吃的水果上就行了。别乱动，让我把裤子脱了。哦，我告诉你，虽然萨巴雍是典型的宫廷甜品，但是其实很简单的，你可以换一个难一点的。简单？那为什么你要在书上画五颗星星？说明这里是重点啊。什么重点？星星越多，就是喜欢吃的指数越高。你喜欢吃萨巴雍？我不喜欢吃甜食的。不喜欢吃，为什么要去做呢？不喜欢吃就不可以做了吗？我喜欢看别人吃。伸手，把睡衣套上。哦。你换一个吧。换一个什么？吃的，你再选一个，我给你做。牛肉披萨。牛肉披萨为什么画了个叉呀？说明那个不能吃。谁不能吃？牛肉披萨的配方里有黑胡椒，不能吃。黑胡椒？你过来点，我都听不见你说话了。怎么了？秦然，别拽我衣服。我是给你系安全带。为什么？洛城市第四交委提醒您，道路千万条，安全第一条。你喝多了，松开。秦然，你凶我。我没有。你就是有。你该睡了。睡觉听摇篮曲的。我不会。算了，不勉强你了。那你随便唱一个吧。把眼睛闭上吧。亲爱宝贝，快快要入睡，我是你最温暖的安慰。我会轻轻守在你身边，你别怕黑夜。江哥，我江哥，外面我擦干净了，水杯我给他放床头。啊，好，他刚睡着。那我们回去吗？回去吧，今天辛苦你了。
喂，大云，我吵到你了？没事，你还行吧？嗨，我第一次见人喝醉了酒就一直唱歌的，你是真的牛。嗯，不好意思，给你添麻烦了。嗨，咱哥俩谈什么麻烦不麻烦的？何况昨儿是江哥跟我一块给你送回去的。江木，你们俩？大云，我衣服是你换的吧？啊，嗨，不是我，你一进门就吐了，我给你当老妈子擦地去了。衣服是江哥给你擦身子的时候换的。什么？嗯？怎么了？莫非发生了点什么？没有，你继续睡觉吧，我挂了啊。他给我换了衣服，他给我换了衣服，然后还发生了什么？天哪，完全想不起发生了什么，怎么办啊？完了完了。欢迎光临，这边请。店长，江总带着他公司的职员来吃饭了，您看要不要您去点单？我去。行。哎，店长，你怎么同手同脚了？其实我在尝试开发左脑。啥？没啥，之前那个顾客的牛排话筒好了没？还不赶紧去煎啊？哦。现在连一个最基本的数据都需要我来演算的话，那你这个部门总监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？江木，你不用解释了，明天上午上班前我必须看到这份报告。就这样。嗯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过来给你们点单的。人还好吗？还行。你们店点单都是店长亲自上吗？倒也不是，主要他们都在忙。哦。刚刚电话里感觉你很生气啊。公司的一点小事吓到你了？我没那么胆小。今天是有什么活动吗？人事部那群小姑娘最近加班加的比较多，小五说请他们吃个饭，非要拉上我。啊，蛮好的，说明他们都很喜欢你。是吗？我就纯属好奇一下。江总大学里就超厉害的，好几篇论文都获得国家级奖项呢，我们都崇拜的不行。只可惜我大一的时候他都大四快毕业了，没什么机会接触。等到我毕业的时候一看咱们公司招人，我们好多同学都报了呢，就是想跟着江学长多学习学习，哪有什么其他想法。行了，不管你们有什么想法都给我收回去。江总有对象了。江总有对象了？是谁啊？在聊什么？啊，没什么，在聊工作上的事情。是吗？是啊。哎，秦店长也来了，怎么站在门口不进来呢？啊，你们要吃点什么吗？江总您先看。不用，你们看吧。给我一杯曼特宁，还有一份法式黑椒，七分熟。一杯曼特宁，一份法式黑椒，七分熟。江总还真是熟门熟路啊。跟着江总走绝对不会错。那我也要一份黑椒牛排。给我一份古寺西冷牛排。我要一份红酒炖牛排。嗯，红酒炖牛排加一，还要一份马卡龙。好的，请各位稍等。店长，江总的单你来还是我来？我来吧。嗯。
哎，店长，牛排你打算煎多久？这有七分熟了吧？煎三分钟吧，七成的它会嫌嫩，稍微老一点没事。店长，你这是在改客人的单呢？改单？我让你看看什么叫改单，让他下脸。你说啥？没事，小丁，把他那份里的黑胡椒碎换成花生碎，黑胡椒汁也换掉。哦，那黑松露汁在这儿，帮我加热一下，等会儿浇在他牛排上。不是吧，店长？不是，改动这么大？没事，有什么问题我担着。打扰一下，现在给您上菜。嗯，怎么江总这个跟我的不一样啊？这不是黑胡椒汁吧？今天我们的黑胡椒用完了，我就擅自做主用黑松露汁替换了。黑胡椒碎也用完了？嗯。那刚刚点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啊？怎么这样啊？允许擅自做主就完了，万一不吃怎么办？啊，没事没事，江总先用我的吧。我还不饿。不行。为什么？可能是因为我的是店长特制。啥？不好意思啊，请慢用。江总，您怎么都开始吃了？我俩一样的，要不我们换换？不用了，这个就很好。你们先回吧，我还有点事。那江总，我们先走了，再见。谢谢江总招待。江总再见。江总，我也先走了。嗯，好，我再坐一会儿。你还在啊？嗯，有点事要问你，一起走走。最近好像经常来你这儿，给你添麻烦了。没有，经常来明明是让我生意变好。材料用完是托词吧？当然不是。你知道我在说什么？只是有一回碰巧听崔学长说过，就记下了。是吗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我不能吃黑胡椒的事情只有医生和我的家人知道，他应该都不属于吧？不属于。我想了很久，只想到了一种情况。大三那年我过敏住院，你就是那个时候知道的吧？嗯。五床，江木，你同学给你送来的午饭，我放这里了啊。送饭？我订的是医院的病号餐，是不是弄错了？嗯，是一个清秀的小男生，说是你同学，我看了他的学生证，确实跟你一个学校。怎么了吗？您知道他叫什么吗？这。我还真没注意他的名字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我就问问。我让他自己进来送，他不肯，说是你不让他们来看你。啊，我怕麻烦，谢谢您了。没事儿。喂，崔灿。喂，江哥，你在医院怎么样？还行，目前基本已经稳定住了。哦，那就好。今天怎么想起来给哥们打电话了？我记得这几天你们和电气工程系有篮球比赛吧？昨天比打，输了两分。没事，丢了一轮，循环赛我们依旧第一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一上午都在认真练球，下一轮不能再输了，这不然第一就保不住了。等过两天比完循环比赛，我就去看你。不用，我也没几天就可以出院了。
最近有人问起我吗？问起你？没有吧。哎，不对，哎，今天上午小琴学弟来了，他问了一句。小琴学弟？啊，就小米一届的秦然。他问什么？他说帮艺术系的小学妹关心一下你来着。哎，我江哥就是棒啊，要是哪天我离开个一两天就有学妹来关心我，我睡着都能笑醒。比赛加油啊，我先挂了。好嘞，等着我江哥回归。一直给我送饭的那个人是你对吗？嗯，是我。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本来不确定，现在我知道了。 你炸我？并不厌诈。我到家了。到家了？你在楚水原也有房产？我才买的吗？对，楚水原有点远。确实打车也不方便。啊，我哥哥电话。喂，哥。秦少爷，您这电话还真难打呀。哥，有事吗？你回家了没有？已经到楼下了。你等我会儿，我哥找我，我先上去了，拜拜。嗯，好的，晚安。晚安。喂，哥，你说吧。臭小子，你是不是当我耳聋啊？刚刚那是谁？哥，有事你就说，别欺负我了。刚刚是一个朋友。是江木吧？就是你说过的大学时期喜欢了很久那个人。嗯，是他。你们现在是什么关系？什么关系？学长学弟呗。你这关系保持得够持久啊，暗恋六年多了半点进展都没有。秦小冉，我发现你出息了，这么多年了我以为你怎么也该学着自己长大了，怎么还没完没了了？哥，你知道的。 我知道你喜欢他，但是你也应该知道你做什么哥哥都会支持你，只要你好好的就行。哥，你不要担心我了。怎么能不担心？自从爸决定把公司总部挪到意大利，就你一个人待在国内，这几年你都是怎么过来的？哥，你又来。什么叫又来？臭小子，妈问你什么时候回家，你自己看怎么办吧。哥，你最疼我了，你先帮我应付一下。你也知道坐飞机得十几个小时，还得转机，我晕机嘛。晕机？哼，那正好，直接回来就别走了，再也不用晕机了。这怎么行？小尹的生意才刚刚起步呢。你要喜欢，回意大利开一家，那里的甜品师傅才是高手。我不要，我觉得我做的挺好吃的。你做的是给谁吃的？你打小就不喜欢吃甜品，真当我不知道？哥，总之我不想回去。打小你的乖巧劲儿都叛逆在这儿了是吗？这样吧，公司最近投资一个美食项目，就设在洛城。什么项目啊？我看了洛城分公司报上来的企划书，是和地方旅游部门合作的，甜品类的比赛时间定在下个月初。所以你想让我去参加？哼，不，我只不过想跟你打个赌。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，该向前走或者继续等。这冬夜里有百万个不确定，进入深夜或期盼天明。云空的泪一如冰凌，接近了成雪花吹。这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，握紧棉被，我面对寒冷。
那晚上会是那个瞬间，说好的爱会不会改变，而你让我徘徊在千里之外，你让我等待好久 baby。 突然间就是那个瞬间，你就出现就是那个瞬间，等了好久忍不住伸手，那个瞬间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，该向前走或者继续等，这深夜里有百万个不确定，渐入冬里或走向街灯，云空的泪一如冰凌接近了趁雪花儿吹，这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，暖着东西或面对寒冷，该向前走或者继续等，渐入冬里或走向街灯，握紧棉被或面对寒冷，暖热东西或面对寒冷。